勤文思修，分组发香，持家定慧。第三发香啊，入群众中修六道法，第十恭行入愿修持，哎，多用心忙，是啊，学佛啊，爱真勤，勤学佛法，这是咱人人必定爱有用心行，这是咱学佛的方向，也是咱的目标啊。勤文修行法是从听来啊，或者是呢读诵了解来呢，读也好，诵也好，还是呢爱多听多闻啊。读是自读啦，哎呀，我有闲，我有时间，我有兴趣，所以我来读读种种的文字，听就无同咯。听呢，那是听什么话啦？现在在讲什么话？固定你逐天逐天都是爱听，甲大家人共同啊，同齐来听，听这部经，这个人在讲的话，总是呢爱专心一致，好好听。叫顺时听，听了后呢，还要好好思考啊。听一摆，我会经过体会了解，这个我听有无？听无？意思好亲像亲亲，我都爱留着。所讲的留着是伫记忆的内底。现在我来不及，无法度阁问即句的意思，家己嘛也阁无真了解。但是呢，即句还该放入去记忆的内底，耳仔爱阁继续听，所以闻呐，咱都爱用心闻，唔是讲有啦有啦，阿师傅你的声音我有听到啦，唔是有听到尔，听了后咱爱阁思啊。这场的讲经煞啦，路讲长啦，都爱把咱的记忆个提起来，多一句话，多一个法，我爱过去思考，爱过去了解，思考啦，哦，隆重清楚，明白啦，对啦。是啦，那接下来记得又是啦，那就开始呢，爱修行，所以叫做文思修。我听完，我了解啦，我做得到，我就是爱身体力行，所以叫做
文思修，要互咱会当安尼听、思考、修行，咱必定爱听、听、听，亲像衫放伫芳草的根啊，香气的所在，咱定定接近啊，咱的身躯。这个衫嘛会受到香味来熏烧，可能有香的气。同款的道理啊，你若伫厨房啊，擦油擦真多，油气真重啊，咱都多出来，有人就会偏着讲，你伫厨房哦。在咧擦什么菜啊？做什么料理啊？啊，你的身躯有安尼油气的香，就是安尼同款的道理。咱若伫迄个环境较久咧，那咱的身躯都安尼会味道啦。咱若伫修行的道场久啦。也咱的举止动作，就甲修行的道场同款的位置。也咱若脱离迄个道场呢，也同款会去分析到其他的习气。这就是古早人一句话讲：“近朱者赤。”近墨者黑，同款的道理哦。所以这个分诸法香，咱较接近香的所在，自然呢，咱的身躯，咱的位移，咱的举止，咱的动作，同款也有。文思修的气质啊，修养含德吼，修心养性，端正行为，听法真多，道场的生活习惯，哇，已经真习惯啦，咱的心性呢，自然啦。甲这个修行团体成为一体，同款的道理。所以，持戒定慧得三法香，戒定慧，大家人都知咯。戒就是爱修规矩，基础。在家啦，根本戒，五戒啦，还搁在坚持实现啦，真的是在家人学分啦，这五戒实现，这叫做好人呐，那会当安尼。这叫做持戒，那心自然呐，无亏欠，无做着亏心事啦。譬如讲，我戒法爱修无，哎呀，咱唔通杀，唔通偷盗，那唔通家庭。即我成机，咱唔通妄言、其意、等等吼。那这个杀盗淫妄酒，我改爱修会掉啦。实现呢，自这个我改改传出去，实现啦，咱。将心不杀多淫，
就是三界啦。不杀生，这是咱人人的根本啦。那不偷盗，这嘛是咱辛苦的行为呀。那当然啦，辛苦也都爱修好，这个家庭啦，夫妻的规则，夫妇之道，那却有四项：不妄言，不讥诮，不两舌，不恶口。也个有，咱的心意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。那一旦安尼啦，心善，口舌，意善。这三项，咱若夹会话来，这呢就是根本界，自这个五界界传出去，也叫做行十善。安尼讲起来，五界十善呐，这呢就是佛教道，人人根本需要起出家。更未当离开这五界，一定呢爱修持。十善呢，更是咱的日常生活中的代志。这拢总是咱爱持行。何况呢，出家的戒律啊，那就真多咯。那比丘250吧。比丘尼呢，300多界哦，更加详细的细目呢，那就是500界啊。总共一句，行持戒法啦，是真大，一功课好修啦。咱的内心，咱的行为。等等，这拢伫戒内底，因为咱有修遐尼真多戒，来修外行啦，这个戒法修足啦，所以咱的心对真定，无有虾米款诶人间事物啊来。影响咱，烦恼难免啊，烦恼无，烦恼甲烦恼讲也无讲，无讲哦，听起来好亲像同款啊。烦恼那就是侵入的习气。要哪烦恼呢？啊，代志有代志，啊，这个代志也未达成，啊，我真烦恼呢。这就是在工作上啦。啊，烦恼呢是无中生有，或者是呢过去的还是安尼。紧紧地把它抓掉咧，唔放。贪恋过去的富贵名利，时迁日过啦，还是呢，一直在迄个名利地位，也乱占伫迄个所在，啊，就是真烦恼。离开了迄个地位名利啦，就感觉真失志，或者是呢，还要把握着迄个权，唔肯放，这呢叫做烦恼。人间的烦恼无离开啦，贪、嗔、痴，这就是。无形
有形无形烦恼。啊，那烦恼呢？不是啊，就是啊，就是这个代志，我爱来做啊，我是做会到啊，做未到，做会到啦。那认真来做，咱都爱赶紧找人哦。大家人有这个能力完成一项代志，也未完成以前，也过是有烦恼啊。代志完成啦，欢喜啊，皆大欢喜咯。安尼呢，迄、那个烦恼都无个藏伫心里啦。咱电脑伫咧讲，付出无所求，啊，搁都感恩咯。行前脚，放后脚，无烦恼啦，没有烦恼。啊，就是叫做无烦恼，唔知大家听有无？烦恼，烦恼，那就是啊，立在心里，这放不落去的，过去的代志，也未到的代志，放不落的代志，无中生有的代志。这拢叫做烦恼，也那是工作上呢。这我负责这么多的烦恼，所以常常讲烦恼甲烦恼是无同。那么爱学的，要会当得到定啊，就要弃除烦恼。弃除烦恼啦，这种无中生有啦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人我是非呢，就是无中生有的。也咱那是会当听来，就唔是烦恼，该处理的处理好，放下了，咱的定心。也阁是自在，无有讲吼。啊，我碰到代志，我满心呢就是烦恼。啊，我想要等等，这种都唔对的哦吼。烦恼那多啦，定心都袂调。所以咱佛法讲，修四弘誓愿，誓就是立誓。就是志愿，我做这项代志，是我这世人的誓愿。我尽心力做，困难我都要解决，解决过，放下也未解决，那用心，世间无困难的代志，真呢，咱的心，迄、那个誓愿呐。还是稳定的，也那无呢？佛陀要安怎样生生世世呢？生生世世就是立四弘誓愿，迄、那个誓愿呢是已经立定啦。我来来去去啦，我还是呢无离开这粒，这个。誓愿度众生，誓愿断烦恼，誓愿学佛法，誓愿成佛道。这誓愿是伫咱的生生世世，这叫做定心。所以修戒的好处就是爱修定。和咱心定下落来，咱会当誓愿生生世世，这就是定心。袂讲碰到代志呀，都起退道心，都是一条一定爱行，
路较歹，都爱铺，这叫做铺路开道，这叫做菩萨道，总是定义啦。这是咱修行者的基础，慧那就是智慧啦，心机决定啦。世间呢，无有难得到，而且呢，慧是众生平等，无有偏颇的多一个所在，人人都是平等爱。无有讲，这个我讨厌，啊，这个我较喜欢伊，较爱伊，无还是呢平等，唔是干那爱人，但啊爱一切物用，这叫做平等爱。佛陀呢是为着要救众生，咱学佛。嘛叫做救众生，救度众生，所以感恩尊重生命爱，所谓生命，咱拢总爱平等爱，这叫做智慧。智是分别智，慧是平等慧。过去也捌甲大家人讲过去咯，所以。这三法相，这三法啊，咱爱定来去分析，定定爱做。日常生活中，无离开咱的生活，咱啊会当安尼，日日都在戒定慧中，生活守规矩啦。处事呢，爱定心啦，对待一切爱平等啦，这是伫生活中应该做得到，这叫做三法相。伫生活中这么简单，伫咱的一生啦，佛法中呢，咱爱学个到。就是要真心戒定慧，每一部经啊，离不开戒定慧啊，佛所说法离不开戒定慧，要教导人守规矩，要教导人唔通分心，要教导人。待人处事，这嘛是伫戒定慧的内底哦。所以，咱立根正中修六道法，也是需要戒定慧。所以，立根正中就是六道万行，这未当离开呢。文殊修。未当离开戒定慧，你要入观呐，行菩萨道，总是呢，这三法一定呢要坚守着。所以，大家人在佛法中求知求实啊，知知其实，咱更需要呢。强知强行，爱强知强实强行啦。咱若无身体力行，物搁较侪都无路用啦。所以爱人人立愿修持，咱才有法度这条道路向前前进。就亲像讲，古时啦，佛陀在世的时，佛世良，他的夫人呐、啊，叫做瓦利夫人。这瓦利夫人呢，他
就是信佛弘法，文殊修啦，持戒定慧。虽然他是在红宫里享受，但是听法呢，真勤精进，身体力行。后来，在第迄个时间内，有一位啦大商人，那伊伫咧贸易海上的贸易啦，啊，伫海上人呢，就是向海人呢，要去找宝。啊，船呢，行伫海中央人啦。忽然间呢，在海底浮现出了海神，这海人的神啊，浮出来时，手呢捧着一杯的水，就问这个上主啦，叫做婆利，问婆利讲。你的船航海在我的海面上，你先来了解我，我问你的话，你若会当回答会出来，我就放你航行，你这只船就平安过海啦。答未出来，你这只船是过未过？也是什么代志啊？伊捧着这个水，就问伊讲：“你看，这杯的水，我手里的这杯水，甲海里的水来比较，是我杯中的水较侪呢，或者是呢，海里的水侪啊？”这个婆利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，他小法用心定起来，就回答了：当然是你手中一杯水济，这河海的神啊，就讲安怎讲？海呢这么大，会载无量的船，我手拎这个杯。水安怎会当甲海里的水来比呢？婆利这位上主都讲啦，因为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一碗清淡的水，让我啉落去，会救我的命啦。海里这么多水呢？我也无法度啉，这个婆利，伊都跟我讲，我的回答你若会当欢喜，就是救我的命，同款的道理。我若是海里的水呢，会当渡过我的生存，也救未着我的命，所以我感觉。是你手里捧着的水啦，这个海神，伊就讲是，安尼你有尊重我，我比恁尊重，我会当放你过啦。这个故事，也就是伫咧批论讲心念。心念一转，伊唔止甲咱放伊过去，伊阁甲海里的波纹呢，迄、那个芳的酸火啦，就来献火。这位婆利，婆利摕着海底的波纹啊，珊瑚，那伊摕着了是真芳，放伫船顶啦，就芳气真。伊安尼顺利过海啦，这位婆利都想，我
得到这个这么正方的物件，这么宝贵，我是一个老百姓啊，我何德何能呢？这个物件放在我的身躯边，实在呢，嘛是真无法度好收藏，也无这个德啦。这不如我就献给国王，成为国宝啦。所以伊就摕去献给国王。那国王摕着遮水的，这芳的珊瑚啦，伊感觉这个物件收在宝藏里，也较可惜。应该呢，这个宝都爱配合美人，宫中多一个呢，是上水。决定来一个选美，宫中遮济夫人啊，看看倒一位呢是上水。报的消息出来啦，都叫大家人来啊，来互我选，倒一个人会当得到这项物件呢？我大家听着欢喜啦，欢喜焦点啦。大家人真疏灵，打扮得真水哦，就按时间，大家人拢集碗来咯，直直点啊，点来点去，欠一个，我哩啦，我哩夫人哪会无出来啊？叫人去甲叫，可能无听到。去到宫中，去甲叫，我李夫人讲，我今仔日未用得出去。通报的人来向国王讲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第三位再来啦。我李夫人还是呢，对这个珊瑚的物件。无主动啦，感谢国王的意，这应该是大家人所爱所得。那这国王啦，心都有一点啊气，但是呢，他对万里夫人要有特别的爱，所以伊就讲，不管安怎。还是呢，来跟我见面。那我的夫人呐，就感觉讲国王这么勉强，那他呢就安尼出来啦。一出来呢，全身素色，真朴素，因为拢无打扮啦，真朴素啦。来到呢，这大群的美丽妖艳啊，大家人的群中，国王呢，目睭一亮啦，哪会这么正素性格的一个身体，看起来安尼全身呐，有一种呢很精纯洁净呐。纯洁的身躯，所以心生敬意啦。伊就讲是安怎？你弟弟无爱来，是安怎？你安尼今仔日这个身躯，拢总无有打扮呢？伊就讲国王啊，我今仔日是在家日啦。所以呢，哇，今仔日不着花香，这是我爱修的戒，未用的香啊，未用的，来，我粉啊，珠宝的身躯，这是我对佛陀教育的承诺，我一定爱修戒，
国王就讲：修改遐尼重要吗？我甲你所修的改，多一项重要。瓦利夫人就讲：佛陀教育的改是重要，因为呢，我业重啦，生生世世呢，情深啦。就是呢，德薄，所以我身为女人心，我想要好好来修行，朝向佛的境界来修行，让我的身心干净啦，道德行必定要三基础，我的顺道而行，我的心呢，一定身体力行，顺着这个规矩啦，身体爱顺这个规矩来行，这是我一生的誓愿，这啊就是我来生的慧命。所以呢，我还是呢以戒为重。国王感觉讲，你既然以戒为重，我也尊重你。来，这个物件唯有你会当得，香酸芋送乎你。我李夫人讲，我无法度好收，今仔日是斋戒日啦。国王就讲，我讲出去，就一定爱做到。你是我最爱，你不收要安怎？伊就讲，你把这个物件对我来去送乎佛陀，唯有佛陀有这个资格呢，来收这么正宝贵的物件。国王就感觉讲，哦，见佛啊，好、哦。到底佛是什么款的人？会当呢，和夫人你这么正敬重，下生命你都要乞丐，到底伊是什么款的人呐、啊？伊呢，国王就对着夫人去拜见佛陀，看到佛陀啦，国王啦，真正是心生尊敬。他也五体投地啦，听佛说法，从安尼开始呢，成为佛的大护法，总是呢，戒会当感动一切人，所以持戒真重要。持戒呢，会当生出了迄个法的香起来。所以啊，咱戒定慧啦，真重要。文殊修，未用的无；文殊修，法入心啦。戒定慧呢，是身体力行。咱要入群众中入去，修六道行啦。亲像瓦利夫人，用安尼方法，他也到了国王，进入佛法，成为一个最大的佛法。这就是戒定慧香，需要咱呢人人来用恭敬的心啊，来尊重吼，知识行身体力行呐，这甲正面。下面的文有连贯无？有啊！持是经者，随住一处，一闻天上诸天之香，菩提即陀罗，故彼陀罗树香，亦万陀罗花香，摩诃万陀罗花香。
万事沙化香，摩诃万事沙化香，千滩香、沉水香、种种佛香、自杂化香啊，这一切香呢，咱归感情啊，也就是讲一切善呐、啊，的香，这个香呐、啊，就是所有呢一切的善合在一起呢，就构成了呢这个德香啊。譬如呢，天地之间所有一切的香，草木花等等的香，这呢，下面讲啊，如是等天香，何合所出来之香啊？不管是人间一切香，或者是呢天上一切花果树香，一切所出来的香味啦，那诶，迄个鼻啦，无不闻滴，这就是遐香气浓重呢，会当将耳啊听到。气呢，闻到啦吼，这呢，咱拢从耳当去体会，咱用耳啊看到这个花，好、哦，这个花是安尼的香，这耳啊会当做目睭，目睭会当做耳啊，看到这个花，那就也会当兼为鼻根，所以过去咱讲。眼力何用？甲病呢也会当何用啦？只要咱的心定吼，那接落来的文都讲：又闻诸天馨香，色体梵音，在性殿上，五欲五乐，嘻嘻是香吼。正面讲，如是等天香，何合所出之香，无不闻滴。这是无情的，遐个拢是吼草木无情啦。今物过落来爱讲的呢，是有情，那就讲到心，天人的心香，心的香啦。天人呢，那就先介绍出了色体梵音啦，伊将伊的心，将伊所住的地方，将伊的环境周围啊，迄、那个香啊，来介绍出来。普合万善呐、啊，那报得天心，色体梵音呐、啊，伊会当伫遮尼大好的环境里，就是因为呢有真多的善呐、啊，累生累世，在人间
修持五戒十善啊，真齐全。这个五戒十善，会当予伊个心呐、啊，得到遮大个福。所以，因为伊心无烦恼，啊，伊行十善法，是五戒，这就是合合万善呐、啊，万善合合，所以会当得到为天人信佛这种的果报，所以名为合合万善所出之香呐、啊。所以地性，这位地性呢，住伫多位啊？伫这个天堂。叫做妙法堂，伊个宫殿呐，个名称叫做妙法堂。伫妙法堂中呐，时时伊会接到真侪个天人呐，那如法，因爱拢来开会啦。同款天人也爱开会哦，啊是要开啥物会啦？他呢？爱来开世间人呐、啊，有修法无？天人有照规矩无？那人间的世间人有修法无？真呢，就是天天天呐、啊，伊也爱有功课，啊，就是爱如法修如法行呐、啊。所以天王各国的这个身份呐、啊。都有伊修什么行啊？咱拢会当将伊的心胸呢，闻出了伊的芳味。体梵音就是天地性，以敬佛，以闻法，伊是一位大护法啦。那伊会当头安尼修法啦，如法如仪，天上的正法，人间的正法，伊拢照规矩，但是呢？在圣殿上呐，五欲五乐，喜喜时，也是有香。色体梵音呐、啊，报的天主，伊阿个是执着的迄个天乐，还是尽量的咧享受伊个乐啦，伊个福啦。所以，迄个天宫的内底就是享受阿弥的欲乐啦。但是，这个所在。就是有阿弥的芳味，用品也品得出来，这叫做十善哦，那行大十善佛啦。所以有这个福报呢，在天上享尽五欲的果乐哦，所以果报相持，
乐受，就是安尼伫咧享受。所以地色受五乐，是吼每夜有八千天女来伺候伊。啊，这个、天地呢，它也化为八千的身体啦，啊，来作乐。这呢，就是天堂的乐啦。啊，天堂享受的乐呢，就是伊爱在人间啦、啊，修改、修福，这种极善福啦，爱万善合一呢，极善，所以伊才有这个福去报身，这个因缘果报。报身在天上，天上呢，天地色来领导啦，真多的天人都是安尼修习大善行的人，报身在天上，受这么真多的享乐吼。所以咱修行，唔是想要修天福，咱呢是要。向气向是菩萨道，咱一心一志啦，唔是为着享乐，咱一心一志是要行菩萨道，爱脱离这种五欲的分段、分段生死、甲变异生死，因为天福享尽啦，嘛爱搁再下对人间啦，所以。咱要修的呢，要断掉生死啦，不是要贪着五欲，所以咱更需要戒定慧。文殊修，咱要时时多用心啊。